盘点曾在唐山取景的影视作品，没想到这么多大导演都曾在唐山场景。一、电影《归来》，导演张艺谋，主演巩俐、陈道明，取景地唐山南站。二、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，导演冯小刚，主演徐帆、李晨、张子枫，取景地南湖地震遗址公园等。三、电影《鬼子来了》，导演姜文，主演姜文、江洪波、香川照之，取景地潘家口水库。四、电视剧《劫镇国传奇》，导演雷宪和，主演郭涛、温兆伦，取景地赵各庄矿、烙亭、迁安。五、电视剧《唐山绝恋》，编剧关仁山，主演李雪健、张岩、黄海波，取景地丰南。抖音。